一打招呼，注意到了吗？跟在陈时中旁边身穿红背心的，不正是环南自治会长林胜东？这个组合是不是马上想到这一段？你从疫情到这阵，你有替阮重庆板桥区的百姓发言无？有哦，无嘛？我在我来听你。就是这开呛画面，如今阿中换了身份，变成参选人后，首度再来环南市场。我老尴尬，我弟讨工会拢做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他会心疼万华吗？没有，我在讲就是说，以前当指挥官是关心疫情，那现在我们要关心未来的一个哈疫情之后的振兴。确实，林胜东给足面子，全程陪，不断和陈时中咬耳朵。他大约停留15分钟，但这场还真的很热闹，因为马上蒋万安就来了，巧妙的和陈时中错开，没碰头。跟婆妈拉票，蒋万安直接姿态放到最低。只是蒋万安要来，林胜东虽然也是全程都陪着，但被问到他想挺会做事的人，那蒋万安算不算？蒋万安是会做事的人吗？不知道，走他不是东山万华区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事、啊。跟他比较不熟就对了。长总会做事的、啊，过去就有好几次来拜会，讲过林胜东会长了吗？去年普渡就有来啊。这下实在好尴尬，或许也是这样，只见会场中蒋万安两度主动拥抱林胜东，蓝绿白周末都来环南，毕竟光是这就有约1060个摊商，4000多人在地，不能不现身争取支持。但说到底，挺谁，亲疏远近，画面会说话。TVBS 高盛航空富华李泽恒 SNG 小组台北报道，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